那不是有那个执照吗？嗯，主线的时候。我就强化一下。哦，我找到了。No。欸，我也想讲一下它的系统欸。怎么办？真的假的？现在可以第三了。Sorry。嗯。不然先把这个打一打好了，然后我等一下直接讲图鉴。不太行。欸，它是算伤害的吧？应该是。对啊，应该不是算时间的，算 damage 啊。欸？What？差这怎么多？差这么多？这什么鬼啊？这假的啦！这边可以直接看人家的魔神。那我之前讲的那么辛苦做什么？来，厨师长设了音响。哇塞！人家你直接看那个样子，够不用了。